舊年嗰個佔領行動，同埋咧嗰個反大陸客呢個咁嘅暴力行為咧，亦都令到香港嗰、那個旅遊業啦，同埋零售業咧受到好大嘅刺激。香港一個法治之區，咁我哋廠商會咧亦都係咧表態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應該咧就係喺呢方面咧就係、是、用理性和平嘅手法。表達不應該用暴力的行為，咁樣咧，即係香港咧，即可以咧，就係、是、大家和諧共處，有得發展嘅嚇。多謝你過嚟。